原厂的本田思域极速到底能跑多快呢？这期带来2017款本田思域 1.5 手动版，今天看下它的零百加速和极速。搭载 1.5T 涡轮增压发动机，最大马力182匹扭矩240牛米，匹配六速手动变速箱，前置前驱布局。下面先测下百公里加速。百公里加速 7.8 秒，上高速看下极速。视频拍摄于德国不限速高速，请勿模仿。最高车速231，这个极速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讨论。